掌厨。原料：兰花豆腐干两块。调料：盐两克，烧烤粉、孜然粉各五克，食用油适量。做法：将兰花豆腐干放入35摄氏度的水中浸泡30分钟，用竹签将泡好的兰花豆腐干穿成串儿待用。在烧烤架上刷适量食用油，把兰花豆腐干放在烧烤架上，用小火烤2分钟，翻面，用小火再烤3分钟至变色。制作指导：捞出豆腐干后，可擦干其表面的水分，以缩短烧烤的时间。在兰花豆腐干两面撒上烧烤粉、孜然粉、盐，不断翻转，烤1分钟至熟。营养分析：兰花豆腐干含有蛋白质、维生素、铁、镁、钾、钙等营养成分，具有补中益气、美容养颜、清洁肠胃等功效。将烤好的兰花豆腐干装入盘中即可。感谢你的点赞、评论、留言与分享。